大家好，欢迎关注小文汽车。如今人手一本驾驶证都是正常现象，很多人成年之后都会先去考驾照，就算以后买车了也不用花时间考驾照。今天我们就说一起发生在驾校里的事情。四名学员考科目二成绩都合格，却被判定为挂科，原因让学员崩溃。这几名学员本来就已经拥有驾驶证，想让自己出路更广，就想来增加 A1 驾驶证，报名成功后成功考了科目二，结果他们的成绩是2个90分，2个100分。按道理来说，这个成绩是可以合格的，但是却被驾考中心判定为失败挂科。原因竟然是四名学员在考试时习惯把头探出车窗来找点，所以都是有一张或者两张没有抓拍到脸部，就因为这样的失误学员就挂科了。学员则认为是教练没教好导致挂科的，教练当时为什么不阻止这样的行为？对于电子抓拍，不仅是科目一和科目四对着摄像头，科目二和科目三同样也是要注意的，千万不要扭头伸头等行为导致抓拍不到脸，要不然挂科真的不能怨谁了。对此大家有什么建议和看法，请在下方留言评论。想了解更多汽车知识，记得点下关注。